Leo 聊世纪，天天都更新。大家好，我是 Leo。今天要来看越南人对上挑舵人的对决。这场比赛是天梯阿拉伯地图。好，我们来先看一下蓝方。蓝方是越南人，越南人这个文明，我觉得他算是工兵特化文明了。他这个藤甲工兵防御非常高，那基本上战矛对他的伤害也没那么高的感觉。但是其实大量战矛还是能打得赢越南的藤甲工兵。只是这个藤甲工兵的泛用性还是蛮广的，基本上跟强弩对射也是有一定的优势在啊。那它比较特别哦，有这个纸币技术。那这个科技呢，可以让这个伐木工，约20个伐木工就会产生一个生物的遗精产量。所以越南人哦，打到后期，他的黄金也是会一直慢慢跳的。所以最好不要跟越南人哦打到大后期比较好。那他的射箭场单位有血量会加20%哦。所以有一些越南玩家也会打这个马弓。那越南人的战术来说的话，还是比较偏向于工兵的一个路线哦。那他这个战矛兵呢，还可以到帝王战矛，算是全游戏里面最强的，可以升级到最强的战矛之一哦。但是其实阿兹特克的这个紫矛器点上去之后，也跟那个战矛兵的效果，帝王战矛效果差不多的，只是越南人的战矛兵血量多一点。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红方。红方是条顿人，条顿人的话，农田非常便宜哦。那他的近战单位哦，像这个剑兵啊，还有这个游侠啊，这种近战单位的话，近防城堡时代开始会加1防，帝王时代总共加2防。虽然他游侠没有这个跑速哦，没有跟踪技术，那个什么，就是跑速，骑兵的跑速。所以哈，他的游侠虽然近防很高，但是有。常常会有这种追不到敌人状况，所以相当害怕箭矢。那刚好这一把就是越南人是工兵文明对上越南人，所以整体而言我还不知道结局是怎么样。感觉目前看起来越南是康和条顿的。好，那条顿除此之外，还有这个工程器防御非常硬的一个特点，还有这个城堡射程非常远的一个能力。所以总体而言，条顿如果想要打赢这场比赛的话，可能要利用工程器了。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两方的配置吧。那条顿这边的一个配置是，3个人伐木，然后1个人盖房子，这个配置跟我蛮像的啊。我也喜欢三木，如果是三木开的话，通常就是要来打这个落马了。然后后面鹿都有赶哦，最后一只鹿也赶差不多了。这个配置比我还要来得快啊，非常早。他这边应该是选择6人哦，第六个村民出来，我直接去拉猪啊，然后可以留下这么多羊，然后就开始赶路嘛啊，2个人吃鹿，2到3个人吃鹿，对，2个人，好，然后再拉下最后一头犀牛，然后再去补这个果树吗？还是要继续吃肉呢？啊，这肉摄取量蛮高的，OK，但是这个是比较进阶的做法。比较刚接触 CD 的玩家，可能会对这个配置来说会不太熟悉哦。因为比较简单方式哦，就是直接把4个果子哦，派4个人吃满。当然效率会比较慢一点，但是这个配置比较好记一点。但这个配置我是觉得比较好了啊，算是复杂了一点。好，那这边点下织布技术，打算要18P 就上了吗？因为他这边是早期吃猪的关系哦，所以这个肉量应该是没问题。那如果是用我的配置的话，可能就会要到19P 或20P 哦，才能上到这个封建时代。那他们这个配置方法就是比较好一点的，但是要记的细节哦就比较多了，而且也要看你能不能早期有找到猪哦。有时候那个猪你绕了一整圈才最后才找到，你可能还是只能20P 之后才能上。好，那来看一下越南这边，越南这边配置看起来好。就是比较晚吃猪一点哦，就是我的配置，呵呵，那算4只羊哦，就会变这样子哦。因为你太早吃，太晚吃猪的话，羊就会被吃掉比较多啊。但是这个配置比较简单一点，那你看这个时间大概差了30秒，所以如果就算用我的配置哦，也不会到非常差哦，就是也顶多慢个30秒啊，或者是应该不会到1分钟了，1分钟有点太久了。这个配置来说还是比较好记一点的，那果子一样就4个人吃，啊，条顿这边也是补到4个人的。好，那看起来越南这边的金矿，哦，虽然偏前面一点，但是还是离
离 TC 蛮近的，那要围的话也算是，有点难围啊。讲认真的，还是有点难围，因为如果要真的围的话是这样子围啊，这样围啊，稍微围一下。那他这边看起来是要认真围，是有点围不太起来了。那一开始哦，要抵抗对方落马，就是用自己的木墙哦，把这个果子的旁边哦稍微围一下，哦，伐木场也是。那这边伐木场有个细节哦，就是你可以把这个村民哦。三只的地方，把一只拉到左边这里哦，变两个两个这边伐木，效率会更好一点。啊，当然这是有手速的时候再做，先把细节，先把一些该做的事情做完哦，再去做这个细节操作会比较好，避免手忙脚乱的。好，那这边选择马厩开好，而不是选择这个工兵开局，因为工兵开局出场时间偏晚哦。通常是19匹上的话都是打落马，那两边都是打落马。没错，这也是打落马。那21匹小弓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在单挑来说实用性并没有那么好，带团战比较好一点。但我觉得应该要先来出一集团战教学，就阿拉伯团战教学。那我最近其实已经拍好了，本来要上传了，但我发现好像再重拍一次比较好。因为有一些观念，我觉得还是要再更简化一点哦，讲的还是有点太复杂。因为我一直去努力尝试用一个没有接触 CD 国人的一个角度去拍片的，但我发现好像有些东西还是有点拍得太复杂，所以我决定再重拍几次哦。所以在期待教学的观众哦，然后再让他们等一下。好，那这两只应该是会死去了，因为这里要硬打了啊，果然。哇，这边越南开局直接死两村，结果他没有围木墙啊，他可能这一波杀得太突然了，因为他没有看到视野啊，这边看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啊，长枪兵这边也在等，两边都在想要做个操作啊，这边两只狮吼换两只村民已经价值连城了，赚烂了赚烂了，哇，这个还要戳到了吗？哇，差点戳到哎、欸，戳。哦，差点又抽到，哇，这个，看来这个条顿的玩家细节操作来说是比较有优势在的感觉。好，越南这边直接落后两村，那这边一级木一级农田下，条顿这边也是，哇，这边便宜农田直接高速上城，直接大撒田，哇，这什么东西？哇，14片田了，哦，没有，没那么多，12片而已。4个人在伐木，16减4，12个。哇，这边田撒的有够快，你看这个对比就知道了。哦，这边才刚撒出来而已，13片田。哦，没有，也是12片哦。但是这边已经撒了一段时间了。OK，继续撒田。好，这边赚到一只长枪兵。好，村民稍微砍一下，阻挠一下对手。这边房子按的有点多，我想奇怪，他田应该可以再撒更多的。哇，这里，哦，好险！啊，差点就抽到了，稍微可惜。好，越南这边投资了大量肉马，按的肉马数量有点多，但是条顿这里也是不甘示弱，这里又是大量的一个肉马，啊，直接做一个交换。OK，肉马直接被抽掉两只，长城兵过来想要来防守一下这个区域，啊，直接抵抗。直接围城墙，啊，这个就是这个应该会低调吗？还是直接围好？啊，应该是要直接围好了。OK，啊，那看起来两方的一个防守应该差不多告个段落，开始挖黄金了，因为这边要准备上城堡时代了。啊，通常这时候我就会拉这个在 TC 附近挖木头村民哦，直接去挖黄金，啊，把黄金直接补到4到5个人。好，这边看个对答，应该是要退了。好，等一下轮走。哦，条顿打的一个是最稳的。哦，还有记得要点轮走。那这样一等轮走之后，上城堡时代哦，爆这个大量骑士哦，就很简单了。好，长枪兵护同，肉马直接过来开打，两边都没有品种，也没有点攻防。所以这边看起来只是数量上的车拼，但是目前很明显是条顿这边的一个优势哦。数量来说还是多了一点。这边越南人的
斥候，刚刚都是残血状态啊，马上被挤掉了。好，两只长枪兵再过来交棒，继续戳。斥候赶快回家，好，进攻对手。那啊，忘记说了，昨天由于啊那个工作有点太累了，然后又有点小感冒，所以昨天就决定要好好在床上休息，就没有拍片了。那今天呢，会补上两支影片了。OK， 这边点下了城堡 style， 要点了。那越南这边稍微怪怪的，你怎么在这个时间点，这个 moment 点，就点下了这个一级色啊？你这个点一级色会更晚上城堡时代啊？啊，调整时调整这边可以点城堡了。OK， 啊，你看这边多花50金啊，这个黄金数量差的有点多啊，但是还好有多拉几寸去这个挖黄金。啊，这个时间点本来它可以先比调整上可能会早一点上城堡时代的。还是他没有盖四级啊？他没盖四级就不能？好，那没事。OK， 好，我会错意了，不好意思。OK， 那这边进来这一波斥候好像也没打到什么东西。小攻出来了，啊，只转到一村。好，长枪兵再次截掉对手的一个长枪兵，长枪兵直接上硬打村民，全套拿出来扁这个长枪兵。啊，全套能打一长枪兵。应该只有在动漫中还才出现的。好，这边斥候没有动，直接被白给。哇，先射残血的不好吗？哇，没有在控，没有关系。好，这边哦也在忙，好，所以没有在控。OK， 长枪兵三只，数量有点多，工兵三只。这边工兵已经成型了。那这边工兵哦，血量是36滴血啊，啊，多了一点点。哦，这里又抓到一村，哇！这边越南血亏了，到城堡之前就已经损失了四村。那原本工兵的血量是30滴血哦，那变成36滴之后，啊，就比较真的存活率比较高了。那之前有观众在下方留言说，像这个游侠多192游侠多16滴血啊，12滴血有什么用？那就是血量越多的单位哦，存活率就越高。那存活率越高的话，在打一波的情况下就很容易打出优势来。那当时我是有点开玩笑，我跟他说，哦，可以让村民多打12下，因为我觉得这个部分给其他人来补充就可以了，并不是我不想回答，除非他有说主播要我回答的话，我才会认真回答。不然我觉得其实很多观众的知识其实都比我还要厉害的，有些问题不一定是我需要回答的。好，那来这边看一下。啊，越南这边的存活度，哦，工兵存活度就会很高了，血量到42滴血，哦，越来越多了，哦，35滴变45滴，哦，这样子，哦，就可以投，可以顶住一发投石车的正面攻击，哦，所以打越南这个文明，哦，你用投石车砸还不一定砸得赢，哦，用弩炮可能会更实际一点。啊，这边条顿确实也转出了弩炮，但是这边，哎呦，工兵很强势，直接射死两村。这边条顿对上这个越南工兵确实难搞，就先来去打这个长枪兵吧。好，这边要来点，村民没收村。哇，这边是优先打村民啊，村民是直接被点掉了非常多的数量，直接来到死了七村。本来优势的条顿村民数只剩38村，虽然工兵被解掉了，但这边又打回一点经济哦。哇，越南这一波换的还算不错，哦。这两只刺头怎么还没死啊？这两只还可以再继续做事，哦。OK， 村民要回头打一下。这里有一攻哦，这个刺头伤有点高。收身收身。哇，还是死掉一村。啊，又挤掉一只了。嗯。剩下一只还要控。好，那这边越南转出了3 TC， 好，
这个 TC 位置怎么盖这么边边角角？好，没有关系，好，他开心就好。啊，是我的话，我会想要盖这种黄金换位置，或是往外盖。那看起来往外盖也没什么好盖的，要盖只能盖这里，盖这里的风险性又太高。好，那这边工兵数量只有3只，二级射油，但是没有弹道学哦，可能要稍微堵口一下。那越南这边要找个机会啊，去点一下修道院啊。再不点修道院，可能会被骑士打得有点惨。啊，这边直接围殴一只石头，终于把这只石头收掉了吗？哎呦，差点又收掉这一只村民哦，很可惜啊。然后呢，这边村民数领先的是越南，越南这边59村对上47村，经济上来说有一定的优势在。那弩炮这边确实有点麻烦，可能要先点下这个，把这个弩炮给点掉，不然这边要进来了。哎喂，这里要被打破。哎，BBQ 了呢，没有僧侣，没有僧侣在 TC 附近，没有一个威慑力在啊，所以骑士就可以一直在这个建筑旁边哦，蓄势待发。啊，要冲进来了吗？这一波，我觉得上面这里最好是围一下，最好是把这里围死，不然骑士可能从这里冲进来。好，优先把这个弩炮射掉，弩炮射掉之后，空间操作就比较好一点了，就不会被限制走位啊。但是投石车来了，投石车是最麻烦的。但是这边有点下一只骑士啊，看来是要去偷对方工程器用。好，这个再把这个头，哎呦，直接11村，工兵数量20只。25只，工兵持续想要再补，条顿这一波上来，压力很大，没有僧侣，没有重装长枪兵，肉也不够，弩炮没有按弩炮，只按投车，投车应该是要来针对对方的一个投车而已。哇，这边上面没有围，直接冲了进来，好，骑士直接过去想要解。这边收村，啊，不收，火车直接砸村民，哎呀，12村，价值连城，哇，3村吗？我差一点，但是现在越南这边主金被控，开始往后挖金，啊，所以问题比较没那么大。问题是这个投资车也太嚣张了吧，直接走进来什么意思？哇，直接被投掉，哇，但是这里又死了，必须要，哇，村民数现在有点被拉近了，74村变61村，然后这边来汇合一下工兵的一个集结。工兵集结像31只工兵哦，对这边骑士的数量可以造成巨额伤害了。那最好有这个弹道学哦，才能更好打这个骑士啊。好，这边要不要补个大学呢？桥墩这边是双 TC 开，越南是3TC 哦。这边桥墩如果这波不赢去换的话，我觉得会对桥盾来说造成蛮严重的打击啊，因为自己3TC 太晚开出来了。那这3TC，没有，他刚有断村了，不好意思啊，我刚以为他没有3TC。这个3TC 要早点开出来的原因，就是因为如果对手3TC 跟你慢慢耗，很容易2TC 哦，就容易这个数量哦，就会一直落差的很明显。因为通常你要爆这么多的骑士哦，通常都是双 TC 去爆。那 3TC 不会第一时间点下，所以村民数还是有点差距，是这个原因。OK，那工兵开局的优势哦，就是上这个 3TC 哦，运转速度比较早，但是相对的也比较容易被骑士爆一波带走。因为在 3TC 运转时候，工兵国家没有这么多肉可以去点这个重装长枪兵哦，做一个升级，所以很容易就只能点工兵哦，但是工兵又很容易被骑士 counter 一波带走。像我觉得他这一波就应该要冲进去哦，把这一波工兵砍个一波，然后到处骑士狂乱哦，就算整波骑士送掉也没关系哦，因为送掉你差不多也可以上帝王时代了。那我觉得跟工兵国这样对农有点不太理智啊，因为上帝王时代之后他是工兵更难解，自己的骑士的远防也不会再提升了啊，只能到帝王时代再加二防。当然，对方工兵哦，除了工兵越来越强，还有这个长枪兵也会出来，甚至骑兵。那越南人这边看起来稍微有点尴尬，他这边轮轴有点太晚点了。
但没有关系啊，那个晚点是理所当然，因为对方啊，刚有一波强攻啊，他不可能在那个时间点去点这个轮轴技术的升级。好，修道院遗落了，石头开始挖，盖了一个城堡。这边会转藤甲工兵吗？好，这边太久没出门，不知道对方在干嘛，稍微出门看一下。哎，看到对方大量的骑士在家里门口，直接射死一只骑士。投石车稍微砸一下，全部砸空，头车直接要被砸掉了。哇，头车两发都没砸到对方的一个头车。好，这边骑士上了硬贴，工兵直接上来要被吃掉了吗？哇，这个就是我说的哦，这个骑士啊，应该要早点上哦，工兵就很好处理。这边工兵已经死了大半了，但骑士数量还是很多。好，这边稍微砸钻个小。没有非常小中穴，所以这边骑士还是可以稍微贴上来，但是工兵可以全部吃掉，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工兵稍微宰口，结果这一骑士也要送光了。哇，这里居然不是城堡下方哦，所以箭矢可以全部吃掉这些骑士啊。哇，这个越南相当细节哦，条中可能以为卡在城堡下就射不到了。哦，殊不知这个箭矢吃好吃满啊，但是也是有弹道学的关系啦，弹道学射得很准。然后这一波交换，感觉条顿并没有杀到村民哦，不应该在这个城堡之下跟对方工兵互打。我觉得还是要把这个骑士哦分开拉打，让对方收村哦，只要让他收村就赚到，然后再去追这些收村没来不及收村的一些村民哦，就会比较赚一点。那这边没有打出村民差距，让条顿有点尴尬。也算持平而已哦。越南这边已经点下帝王时代护卫技术长枪兵，开始在升级。那这边开始在转出藤甲工兵了。好，藤甲工兵的话，伤害会稍微高一点点。6+2攻击力。哇，很痛，骑士豹很难挡。工兵国最难挡中骑士豹，一定要长枪兵哦。只靠工兵是不行的。哇，这个大横堡起来会伤到一点经济哦。直接冲了进来，对嘛？你骑士豹就该这样往前面冲。我刚在门口就停下来了，对不对？这样就显得很尴尬。但这一波确实伤到越南经济，越南这边有点血亏，而且城堡还被盖起来。但是帝王时代要好了。帝王时代一好，这个投石车一出来哦，城堡一个也烧掉了。但这一波骑士杀得有点爽，哇，哈哈，这就是我说的，冲进去杀这种来不及收村的村民，这样就很赚了，这样就赚到了。这边骑兵点一下，但这边后面想要逃跑的村民应该是跑不掉了，村民数已经降至到102村，但条顿有119村。这边准备要上帝王时代，骑兵升级也好，板甲技术开始慢慢升。好，这一波骑士已经价值连城了。好，但这个城堡继续让越南受伤哦，这一片田让他不能种点伤。哇，这边还出条顿武士啊！好，这边变条顿骑士。以前叫条顿武士哦，好，现在叫条顿骑士，终于证明了。哇，这一波堵起来，虽然可以用骑兵去捅，但这边很多村民伐木工，哇，直接被捅死骑士，但骑士也砍了非常多的村民，尴尬，贼尴尬。哎呀，出光光了，好，可以射光。巨型投石机开始把这个城堡砸掉，自己转出了一些条顿武骑士，要来抵抗对方骑兵哦。那你看这个近防非常的硬，7+1，骑兵打这个条顿骑士只有一滴的伤害，那他戳这个骑兵哦，大概3下就可以戳死一只骑兵了。血量60滴哦，这么多，那可能要4下。电用时代也快好了。越南这边慢慢用自己的城堡保推前进。
这个 timing 点哦，就是我们刚刚开头说到的，条顿到后期康剑池的能力并不好，所以要打这个大量工兵的话，除了用大量游侠之外，还可以用这个工程器去解决对手。但如果这边条顿没有意识到转工程器的话，可能会被鸭子打哦，很有可能。好，这边要转出重装骑士。好，黄金继续挖，冶金开始找。这里还有石头。好，城堡开始被痛击，黄金点下了三级防御，黄金有点少。这边其实可以考虑转点战矛，但这边战矛转好像也来不及，因为这边肉也不够多，不知道什么条顿的田有点少，我开始在补田。因为田太少的话，你要转种兵都很困难。OK， 这边条顿就要赶快出火炮，化学赶快点下，工程去点出来点火炮，这样就会有效对付对方的工兵哦，还有这个巨型投石机。这里还有一块黄金没有看到。好，骑士要冲锋了吗？这一波上去骑兵会戳烂吧？你要不要再想一下？好，挑战武士上来输出，这边骑士上来直接硬挡，直接砍爆了城门吗 ？OK， 巨型投石机直接上来被解掉了一台，但挑战武士正面扛线效果不错。但自己其实已经被戳的差不多了，但是这个重装巨型投石机没有第一时间被解掉，哇，尴尬！哇，大量的条顿武士直接被射成蜂窝，藤甲工兵的伤害太高了，六加二还没有三级射，哇，再点下去可能会屠田记啊，屠田记，哇，就跟你说条顿的抗坚持能力没有那么好了，你还要硬打啊，大哥。抗剑士能力差就算了，还被疾病戳爆了。好，那这边二加五，近防七，远防六。啊，这边中点下二级木了，是不是？条顿中之后来补经济了。经济贼烂呐，有记得点手推车，但是没有点这个二级木，有点亏。二级农就算了，二级木是一定要点的。好，那这边在家里，哎、欸，这里还撒钱是什么意思啊？没有找到石头，好，稍微开始反击越南的一个城堡，点下三级攻，但是没有足够的肉可以点游侠，这边更多伐木工往外去伐木，为什么是往前伐木而不是往上伐木？他这个想法是什么？想来偷盖城堡的意思吗？好，那条顿哦，这边可以点一下这个炮门夺孔哦，增加这个城堡射程。那他这一堆村民应该是想要去偷偷盖城堡，然后去点一下那个科技，但这边感觉快打不赢了呢。这边条顿骑士出来想要再继续抵抗，工兵射一下就没了。好，这边转一些藤甲工兵过来抓一下这边的村民。火炮依旧没有去点下这个化学，那条顿应该要赶快去点了。啊，骑士搞往后拉，哇，这骑士不往后拉会出事啊，大哥。OK， 我数量居然淹了影，哇，还以为要被戳爆了，结果没有。好，巨型投石机打击城堡效果比较差一点，因为对手这个城堡是高地堡。好，正面上来直接硬骑，但是藤甲工兵的血量很多，有四滴血，其实也没多到哪里去了。啊，他现在出强弩血量会比较多。哇，这边死的藤甲工兵数量也是蛮多的，看起来损失有点惨重，但自己的骑士也是送光了。然后这边想要盖城堡，来不及盖完啊，自己的村民全部被射死。哇，这波城堡没盖起来，这个冶金看起来要守不住了。哇，
这边点三级浓三级甜，但是一直不点化血，我看了好难受啊。这边要打这个战术，应该是要打热射兵喽。好，自己果然在毛兵要点热射兵开始打。他可能意识到自己要断金了，没有找到后面这个矿区。哇，终于看到了，这个黄金终于看到了一点点啊，自己的冶金。好，在上面也确实开出了一个城堡，但没有开到很前面的位置哦。我以为他会开这个位置。好，但这面很明显的条顿还是非常劣势，条顿不打工程器，没有这个钢铁甲，不打一下这个工程器的话，还是有点劣势哦。其实对上这种步。骑兵加工兵的搭配哦，你只要出个弩炮啊，或者是出个火炮，这个效果克制来说还是不错的哦。同时还可以克制对方工程器，就调动这一边的一个意识哦，没有意识到自己可以打这个火炮，有点伤啊，有点太硬要用这个骑士哦加步兵的一个装甲战术哦，硬黏对手，但确实还是有点难打赢。好，正面这边直接长驱直入了吗？没有黄金，战矛兵也来不及点。好，六个射箭场开始在残，六个吗？还是一个而已？他射箭场是不是有点少？射箭场这像才补哇，太尴尬了，这边可能会来不及哦。化水终于点下了，终于点了。那这边要转一些肉马出来会比较好，因为自己的肉太多了，肉赶快转出军事单位哦，防守比较好。即使这个落马抵挡即便效果很差哦，高藤甲工兵也点下了6+4。那点完之后，远防会再提升一点。这个村民在开始乱跑了。好，几只骑士到里面杀个一波，但这面巨头已经在前面了，藤甲工兵变成6+2远防。好，这边三级防的点下变成6+4远防时，藤甲工兵攻击还有7+4。那藤甲工兵刚攻击就是特别高啊，这个7+4本来应该是只有，这个马弓才会有的伤害哦。那这边藤甲工兵算是攻击非常高的一个工兵单位。来了，完全体7+4 6+4，哇，伤害极高啊！条顿这边工兵很难挡得住，用大量战矛可能只能打个5/5开啊，因为这边虽然有三级防，但是赶快点下。好，这边战矛赶快按一次按一次按。好，三级工兵铠甲，好，这个链甲赶快点比较好。好，皮甲赶快点，按到血点好。条顿这边感觉还能再苟一波吗？这边越南也短点出了一些骑兵的科技，哇，这个骑兵上太早了，应该要再拖一下的，不能这么早上，黄金兵很贵的。哦，这边骑士直接往到后面去打就好了，或者是直接跟他前面跳恰恰，吸点箭矢伤害，然后让这个战矛兵去解这个骑兵就好。哇，你这个直接硬骑，我真的觉得会凶多吉少。你待会这边骑士送光之后，你要怎么打藤甲工兵？你可以用战矛打啦，但是但没有人扛前线啦。人家转出轻骑兵还可以扛战矛，尴尬了，尴尬了，出师了阿北，头不死，哇，防御真的很高。好，战矛兵直接大量生产。但自己有点难对抗对方的一个轻骑兵，轻骑兵三防腰好了，这边越南升级的比较迅速哦，该点都有点，这边条顿挡不住，打下GG。哇，这波交战越南看起来还是比较强势一点的，那后期啊，条顿这里没有火炮的关系，所以没办法一直去对后方造成后排大量伤害啊，也没有其他工程器啊，像什么投石车、弩炮之类单位。所以条顿这边有点致命性的失误哦，我觉得条顿可以考虑哦出这个条顿武士啊，
或者是条顿骑士，或者是直接出，出骑兵，然后搭配工程器，然后搭配一堆战矛。骑兵就是在后排，那主要用靠这个战矛去撑前排。反正你的这个战矛嘛，可以打这个骑兵跟这个藤甲工兵。那对方如果轻骑兵来，你后面骑兵再补上，那火炮还可以有效的用这个射程优势打击这些藤甲工兵，甚至巨型投石机都没什么问题。那条顿这边转兵转的有点慢了一点，后期也没转出火炮，相当可惜啊。那这边越南我这边觉得他打的好地方是他这边藤甲工兵转的也是蛮及时的。而且他科技该升都有升，所以到后期啊，这个优势越打越大。虽然后期也是断金了，但这边后面转兵，我觉得转得非常好。这个轻骑兵一转出来，战矛兵也是直接应声倒地好，我们来看经济啊，经济应该是越南全面胜利条顿这边二级木二级农太晚点了，结果这边条顿这边经济还比较好呀，食物多了一点但是他出骑士啊，所以食物会也是正常。但黄金这边也是他冶金挖了很多。冶金挖这么多，却还输掉比赛啊，有点可惜。那条顿这边经济还有好的原因，因为是因为他这个手推车点的比较早一点，那前期的轮走基数也是很早就点了。那这边越南后期才点，这个快要到帝王时代才点。手推车到了37分，快到帝王时代才点下。这一段期间所以前期这边条顿阵经济真的很好，前面没有把越南打死，有点可惜啊。那后期这一波被反打回去，也只能说他没有想到可能会打输吧。后期二级木二级农后面才点，就让他拖到蛮多时间。你看这边47分才点下，所以后面你再补了这个三级农三级木，可能也得为时已晚了。因为三级农三级木到后面的一个重要性这个时间拉得不够长，这个能力就越差。好啦，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这了。那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请再帮我按下订阅，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